萨满德鲁伊牧师，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大家投票。如果有看我 VOD 或者是之前有来过的人，应该都知道我今天一场的英雄都是观众选的。什么圣骑吗？萨满德鲁伊牧师。萨满德鲁伊牧师 ，OK， 然后我都会 po 在那个聊天室里面，所以大家就到聊天室我 po 的连接上面去投票。然后就会玩最高票那个，然后如果有那个呈现平手的状况的话，我看这个大家难分难解的话，我就会决定说，就平手那两个谁先投的话，谁那两边如果突然多一票出来的话，我就会直接玩那一副。大概规则就是这样。把它解进来。其实我们现在只有十个人，然后我希望大概有半数人投票，所以大概我们只需要五张票而已。不过这样其实大家的那个赋予的任务都很重，所以你要串通朋友说一起投某个职业的话，就会。那直接就几乎闭上了，就是你们三个人就可以操控我，我要选哪个职业。这很明显，我们还需要一票才能决定萨满或是牧师。今天大家都好安静哦。是因为我戴眼镜的关系吗？这是蓝光眼镜。赶快哦，再投一票哦。What's up, Chinese people? Alteros. Oh, OK. 所以我这要玩牧师。Need some English.有，所以这里就是牧师啦，又是牧师。哦，超人龙或是奥奇奈。我觉得应该是奥奇奈，因为奥奇奈一出场就可以做事。不过川普这是 Trump 认为最好的 Epic， 最好的史诗牌，应该是奥奇奈。奥奇奈跟陶土可以 combo。我们需要大怪，所以我选暴风城。虽然狼人渗透者也不错 ，Cause your English is not good 。No， my English is just fine。这应该是缩小射线工程师。死骑是很强。这是 SWD。神剑执行者很好。真人速盾其实我觉得非常强，因为你需要就是血量嘛。虽然机械血人也是非常强，因为他是机械，然后又会给备用零件。不过这点速盾还有绿牌的功能，那我们现在的牌其实都还蛮不错，所以我先选这点速盾来加速绿牌。十列血居怪还可以 counter 对面的幸运币。
但是吉尔布林前行者的话，只是可以保证输出，就保证他不会马上被解掉啊。性幻象的话，可能可以偷一些研报之类的东西。讲到研报就有心动啊，不会可能偷到各种憨牌。你如果拿心灵幻象，就是代表你相信你的对手，会选好牌，会扣着好牌。实力血巨怪好啊，再一个神殿执行啊。其实现在大牌都超级强哎。我其实蛮想要嘲讽的。想想看，我抗拒不了老虎的诱惑、啊。隐存棘手，应该蛮强的吧？试试看，应该是不错啦。按零一折。痛或是抽牌，痛可以跟缩小射线 combo。 我想选痛好，选张痛。费伦祝福或是抽牌，一张费伦祝福应该还可以吧。可能北郡比较好。我选过三张费伦祝福，然后被打爆。缩小射线不错，因为这基本上就像是让你的一个手下回两点血的意思差不多。圣龙之子或是老麦，圣龙之子好了。着地如行狗头，或是圣光成疾。这问题非常深奥。拿个圣光成绩好，免得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憨额。神精神，心灵之火，好啊。心灵之火其实算是双向用途啦，因为你也可以用在对面手下身上。如果他是攻高血低那种，阿古斯很好，应该说阿古斯不错。血色，阿曼尼。死毁或应该是受伤大剑士，因为他可以跟牧师英雄能力 combo。第二张死好了，两张死应该蛮稳的。神圣之火，血影控制哪一张？软泥不错哦，这个曲线又变成这个一个蛮理想的曲线。驾驶憨。这应该是吉尔布林，圣光炸弹，还是驾驶？这是 A O E 耶，所以我可能要拿圣光炸弹，对啊，对啊，这是 A O E， 而大部分手下应该生命都会比攻击高吧？希望可以。那个人到底是来干嘛的？安杜因对上雷克萨，狩猎开始吧。圣光会带来胜利。思想窃取对猎人应该不好，因为猎人倾向于一直狂冲我的脸。这一副也没有沉默。要不要留软泥啊？请不要有武器。No ego homebo。请不要有鹰角弓，没有鹰角弓。
出钱币吗？出钱币好啊。虽然他也是一个43，不过解掉之后我应该会有两费手下。问题是那个两费手下是随机的，所以可能 有可能是一些憨牌。这样的话应该是。应该是冰冻啦，没有其他的可能。所以等一下我要先攻击的话，我先用阿古斯攻击，这样我后面他可以帮我回来架草凤。我想想，把那个人的留言清掉啊。本呆那里看起来蛮碍眼的，摆明就是来戳的。应该是冰冻，或者是什么来着？时间快要没了。应该是冰冻，或者是，或者是毒蛇啊。这是怎样？当真？冰冻，这样看看行不行？可以，把魔力用干干净净。银角弓是什么呢？简单开箱。要来硬吧！因为我有嘲讽握在手上，所以这里可以打他，可以让他秘密触发，没有关系。19，心灵之火。他这要弹，再弹六 D 吗？有可能会再弹六 D， 因为他没有什么选择。哦，有选择，没有选择。不过相对就是我没有长优，就其实也没有 AOE 。先思想窃取吧。哦，你喜欢反火吗 ？No！ 不科学啊！不科学啊！
不科学啊！欸，这个可以跟圣光炸弹 combo 欸，超瞎。哇，对面是疯狂断线流哦。疯狂断线流，如果他真的断线的话，我等下要干嘛？但是治疗，然后用神圣之火吧。如果没有吃到其他东西的话，喂，喂。OK， 哎，对哦，刚圣光炸弹的确不会烧，所以应该是要先吸引之火。好，一瞬，这一副要叫什么？我先截个图啊。叫什么叫好？叫做就叫云霄飞车曲线啦。云霄飞车曲线，母石一零。胜利。OK， 这其实可以留，因为这支前行之后，我真言术盾就一定放到他身上。这样的话，我 T 3可以真言术盾，然后再治疗，或者真言术盾再下一个两费手下，所以抽到一个两费手下也非常好。话说今天大家都好安静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先出这个好，算是有点贪心吗？应该说他只能用很少的方法来解这一只，比如说致命射击或者是击杀命令。那和尚老师也是一招。OK，
等下暗影拳击手加上治疗的这件事可以做。不过我猜他的那颗萨玛斯是不大会出来，这也算是个问题。我应该没有办法把 rush 掉。除非我要等圣光炸弹。怎么突然又狂笑？是我一直说，是我说大家都不说话吗？可他这样是三三，就算暗影拳击手的话，也没有办法解决掉他。哦，现形了。妈的嘞，不思议！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嘞？都是秘密战争了。妈的嘞，不思议！那两点伤害，同一个人拜托，还是换掉吧。想看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？哦，冰冻陷阱，这好像应该先放他。骑车，在这边一个四五五四。天哪！天哪！天哪！他不跟我换的话，我应该就这个吧。神圣之火。是吧？两个冰冻。不过这个是治疗手段，不过也是大怪就是了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张，真的是有个诡异的、啊。且又来一个秘密，狙击吗？不是狙击。先放这张好了。如果是冰冻的话，我怎么办？真是个困难的问题。像增加是冰冻的可能，他会有三张冰冻吗？感觉很有可能。哇！暗影速死，还是应该不会是冰冻哦。不过保险起见，还是这样子出比较好。看起来不是冰冻，
他是闪回首相。哦，到底是什么啊？两个秘密，这太夸张啦！受不了啦！暴风城，监视暴风城的力量，狙击，加入不然就死。三小，所以不是冰冻，所以有可能是爆炸陷阱。妈的雷不思议，这实在太神奇啦！所以等一下可以出这个跟这个 combo。OK。所以看起来我必须要出这个，所以我应该是这个、这个跟这个。OK。先确定这个到底是什么？烈焰不是烈焰，爆炸啊！提出一个手下可能会比较好，出一个手下会比较怕放狗，不过出一个手下可能可以比较快结束他。而且对他的小怪也比较有控制能力。OK。不能先清这只，我必须要先清这只，所以让这只受伤受比较少的话，就先打这个。现在几乎要每轮都要治疗自己，现在我的牌比他少，哦，圣光炸弹的问题，多重，哦，眼镜蛇，这也敢出。这张反而不能出，哦，治疗自己。不出的话，出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治疗自己，就把我英雄能力变成跟猎人一样，应该说比猎人稍微好一点，因为我可以瞄准手下。这样我就用望天感同，拥抱虚空。等下我可以用自己英雄能力触发他的狂怒。这样应该是这样，然后打脸，怎么有种他的攻击力比较痛感错觉？他出大怪我就马上清空，他出嘲，他其实出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嘲讽，我应该就是马上清空。其实还蛮介意他骰息的，思想窃取应该比较好吧。
哦，刚好哎，不对，多两点伤害。用我这个也可以打他脸。哦，竟然，所以应该是神思想窃取，完全没有在算伤害，赞。哒哒哒，牧师内战。天哪！其实之前树盾跟心灵之火有算是有 combo， 可是他如果痛掉或者是死，我 combo 出来那只的话，都会损失惨重。这期可以 T2、T3、T4， 然后用钱看什么时候用钱币出这种树盾。去个厕所。他感觉就是在耍憨。pass 咯，很抱歉。没事。现在是几胜啊？现在两胜吗？现在两胜。我想想，然后把牌给做出来。他治疗我的脸。这这里可以看到有没有痛，有痛的话，我其实不用那么急着绿牌吧。那这里应该要有个手下，要是他有个手下的话，我应该可以用真人速盾来解掉。可以，非常好。跟我想的一模一样。完全正确啊。阿古斯。哦，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。这样其实有个问题，所以他撞进来之后可以治疗他自己，所以他会变成一个四四。顺便我等一下要奥奇奈，哦，不止一个四四。天啊！試試我的含笑半步驚啦～
那的雷不是一，应该用那个翻起不掉。嗯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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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可以打我的治疗。理论上，牧师是无法互相 rush 对面的对方。应该可以这样讲吗？是无法，好像有点太超过，比较难啊。我想想 ，OK。被痛掉了。简单痛。可能是出这个。先思想窃取啊。TC130。那先出这个。这好处是应该可以换一张这个或一张这个。理论上是换黑铁啦。那颗萨马斯是我们的神光炸弹，看大家现在都很新这一套，莫名其妙啊！等一下，我有这个，这个。戳，好吧。谢谢你 TC30。可以。他这张应该不会现实。可以把这只解掉，所以我用缩小射线的话，他们俩都会少坦一些伤害。其实我应该出一个大怪，算了，先出一堆小怪哦。这等下变40，可能这样会比较想解智商。先这样啊。如果这只活着的话，我等一下就可以痛了。精神控制。哇！你就知道死自己的东西。好讨厌感觉啊！哦，我有两张死。交给你啦！这我可以等下可以有找机会出北俊来抽牌。哇，两张死都喷出去了。用北俊抽牌应该还蛮重要。继续打我脸，没有。
好像应该先抽牌，嗯，应该先抽牌。圣光炸弹来了。还是打我一点。要注意的一点是他有 TC30。下降就好。这样有点怕神圣星星。看，最好的。莫名啊！我至少还可以再抽一张。应该吧，还是我要圣光炸弹，圣光炸弹哦，再抽一张，他理论上自己跟我换啊，不然我就可以抽更多牌。甚至喷那个心灵之火去让他变成自己都是有可能。哇，还有突发哦，我不相信还有突发。不然那样就才有突发意思。哦，死。写一个手下生命加倍，即刻搞掂。但我在干嘛？OK， 看起来你是谁都杀不死啊。血量没有那么重要，补错之二。留他不会比较好吧？哦，让我抽牌，当真。确实是可以考虑让他去死的，因为我牌的确有点少，他血量的确还有点多，所以再见了北郡，我会想你的。啊，我又出错，没关系，顺序完全错啦。顺序完全错误，他刚刚很明显就是想让我抽牌抽到疲劳致死，所以我就抓准时机，能够让北郡自己嗝屁的时候，先让他嗝屁，连对面一直让我抽牌，三胜。因为在构筑里面，其中一种牧师 VS 牧师的赢法，就是应该说对牧师其中一种赢法就是让他爆牌。虽然只有牧师对上牧师才比较容易让另一个牧师爆牌。我昨天有这样子。对，对不起。耶。留圣光成绩好了，免得他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。真的假的？
圣光惩级吗？先不要，因为我现在还看不到我下一轮要做什么。你就是要把我这个移过去。对。他连住了。耶！哦。哦耶！少数看到胡佛会觉得很棒，你唱歌。耶、yeah, ，胡佛。嗯，跟我高兴带走就是。就等下出伐木机。那我可以在旁边看一下下。可以啊，不然你可能会入境。真的假的？假的。真的假的？因为我觉得很冷。嗯，还好哎、欸，还蛮冷的。他需要两只死身才能用这两只跟我换这一只，所以我猜他比较，他应该会打我脸，比较合理的做法。等一下，我神圣之火，应该先清这一只吧，先抽牌好了。No. 多下个手下应该比较重要。可以。理论上他只能清掉其中一只，除非他用一些牌。哦，敲给敲给很好，你可以把他冰住。No。天哪！可以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我怕我下一轮没有多出来一点魔力来处理它。不这样子，未尝不是好事吗？感觉不是好事。好险我有这个。现在三胜吧。嗯。哦，我应该把牌放上来。放狗，真的假的？是要爆炸啊？瞎欸。我还活着，出个八点东西，啊，这不是一个八点东西。Oh my god， 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是感觉不大能出这张哎、欸，
法。没办法出啊，输了就输了，狙击。对啊，不能出。可能我应该补他，好复杂，请 pass。那我就要接受了。嗯，还是我应该痛。我觉得我应该要接受。接受。哦 ，what the？ 哦，这是他给的。设置，没救啊！老子只可能还有救啊！为什么是梅克斯纳、啊？三胜一败，点错东西了。点到聊天室，聊天室会攒很久，因为聊天室是外挂，应该不能讲外挂。OK， 还是应该留神圣精神，留一下好了。只有两飞手下应该很多才对。要爆炸啦！啊，痛！可以。真的假的？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圣光炸弹之后，这两只都会活下来。希望他用其中一只打。用火球点。哦。这样不妙、啊。这感觉是他要活球，我就会GG。
神奇游戏。这里就要神圣之火了，没有其他办法。太瞎啦！知道了，爆炸啦！啊，爆炸了！莫名其妙，什么都有的解，什么都不奇怪。秘密。不是镜像，他可以用火球，然后这个跟这只换，可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哦。啊？我要狙了，他有岩爆。他有研报，复制拿两个猫头鹰，你有研报是吧？他有研报，而且就算补我怪，我还是要换。我这两张死根本完全出不了，哎！而且上一轮也是卡那三张，对啊。想看我有没有什么解？或者嘲讽吧？我嘲讽吗？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嘲讽。没有，阿古斯。阿古斯已经用掉了。所以他现在有岩爆就狙。玩的不错。哦。猫头鹰，他有两只猫头鹰，所以他没有岩爆哎。哦，有方手下，这张是什么？那个秘密又是什么秘密呢？哦，对哦，十，我还要解掉哦，没有，受不了啊！我还有张死。
要保护他这一只。Oh my god！他还有一只，啊，刷火球了，完全不公平啊！马上被 rush。三胜两败，你知道你这时候应该要做什么吗？我来去做你该做的事呢。嗯，怎么了？你喝啊！你为什么不放在那个上面？明明就点芝麻的，他给我往床前走。哦，我手机嘞。在床上。哦。等一下，不是同一个人吧？刚是 limit r sample。我要发出奇怪的声音。嗯？一直发出奇怪的声音。因为又是遇到法师啊。那跟你那个有没有人不错？好，耶、yeah ！小心点。你也发出奇怪的声音。那都是奇怪的声音。身为一个没有人权的牧师，就是要这么做。接下来整祈祷奇迹发生，巨魔没有打到哦，我的手下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思想窃取理论上是太慢了，人家巨魔有可能打到我前行的这个东西。赞，正义必得伸张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被打中他会现形哎、欸。又是一个纯 rush 的法师啊，纯纯的 rush。
纯纯的 rush。代表要在场上放越多手下越好。你说窗户、哦？没有哎、欸，打超开。这什么？不是。哇，不过至少不是零。这是一个八点的 combo。这就是祈祷他没有练风暴的时候。哎，他还是会因为他是法师的关系，慢慢把排插转出来。不需要想个方法。利用牧师的英雄能力赚，帮自己赚排叉。这个人就是不合常理啊！不能送牌给他。像还算是相对来说可能还有点竞争力，像我只能期待他出一个超级 OP 的传说，然后把他投过来之类的，大概是唯一的赢法。我看出来了，这场会输。哦，还要把他解掉吗？看起来是没有。15，我能考量他有研报的状况吗？应该是不行。冰狗手留伤啊！要我打谁？所以等一下应该是偷这个大法师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。不，大法师也有可能会被他变成羊，所以没有什么是一定的。让我想想。欸，刚好像应该先撞再治疗，这样会多一滴血。我在干嘛？哦，77耶，收下了，请不要变成羊，请不要变成羊好吗？我期待你多凯瑞一下烈焰，5点伤害烈焰。12，所以我一定要治疗，然后一定要出这个，然后这个就出这个好了。可他不肯不解我的手下，所以应该出另一个。你救啦，没有 AOE 啊。有圣光炸弹，可圣光炸弹不够好。啊，好挫折哦！拥抱虚空，好挫折。感觉是这牧师太憨了吗？没有大怪吗？应该是我没有抽到大怪吧。哎，明就可以动。
啊，应该是我大怪太少了。可是我觉得我根本就是从头被压着打，而且选两张死现在太多了，因为前面的快攻太多了，所以根本没有那么多大怪。可是死其实应该不错才对，因为现在可能死可能一张就已经是顶了，不然像我有一场都死都卡在手上出不出去。好，下回就知道不要选太多死。Hello FX 5678 可以，我们再进行下一场。